要地方搞水过来啊！啊，新煮的九降风啦！哎，真的辣，辣姐！中火了。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台菜与他们的产地非常的特别，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一次竞选募款专案的特别组合辣鹰粉组合。当然这样子的辣鹰粉组合也是我们最道地的台菜所做的哦。那总统是不是可以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辣鹰粉组合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啊？所谓辣鹰粉哦，就是两个东西最重要，一个是米粉，一个是辣椒。我们的米粉是来自于新竹的米粉，辣椒是来自于花莲马太安的辣椒。哇，所以辣椒加米粉就是辣鹰粉。而且啊，这个组合非常的便利，即泡即用，所以晚上睡不着觉想吃宵夜的时候，三分钟就可以当我们的辣鹰粉咯。这个真的非常的方便哦，尤其是出差的时候哦，我觉得我下次出国的时候应该带这个米粉出去哦，再晚都有热腾腾的东西可以吃，真的很棒。不过呢，我要在这里提醒大家，这个我们吃饭的时候还是尽量用环保餐具。总统，我们这一次因为也是一个台菜与他们的产地，所以我们也特别走到产地的第一线，一个是新竹，我们去拜访了玉芝阿嬷，她是手工米粉的达人。另外我们也去了花莲马太安部落去找辣椒的生产达人，她是我们的苏大姐。是，那接下来是不是就让我们来看产地直击的影片吧。今天我要带大家来到新竹寻找米粉达人。这一碗小小的米粉背后可是有大大的学问哦。Hello， 大家好，我是松宝爸蔡翔，欢迎来到台菜与他们的产地。今天我被新竹的九降风吹过来，就是要拜访我们百年米粉老店的玉芝嬷。嗨，玉芝阿嬷说啊，我们家的米粉可都是用古法下去制作的。从再来米磨成浆，压干到桂丸，再拿去蒸成桂后压丝，再放下去蒸。经过一关又一关繁琐的过程，哇，热乎乎的米粉终于出炉啦！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的就是听说会让我从内裤吃到外裤的妈咪混。好险，我今天带三条内裤来，真的让我好紧张哦。热乎乎的米粉一出炉，大家要马上靠过去帮米粉按摩揉开，以免冷掉变硬打结就不好卖了。哇，天哪，我真的揉到汗流浃背啊。这样说哦，每一个经过我们手这样搓出来的按摩出来的米粉，按摩出来的米粉好吃，有弹性，对，重点是有感情的，我看你的对米粉的爱都放在这里面了。对，除了帮米粉按摩之外，还要用力的甩开米粉才会够直。再来啊，就是把米粉一段段切开之后，还要给米粉整整形，就要进入我们最后的重头戏——晒米粉啦。这个晒要晒多久啊？一天就好。我们好天气九降风，一个半钟头就好。一个半钟头就好。对，好天气的就是这样。你怎样把它压，把它捏，它不会断。嗯。阿妈，你什么时候开始做？你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在做。年轻还22岁。来到这边就开始做了，在做米粉。哎呀，教头唔知影呢，人娶米粉的娶无好，拢共骗讲吼，做米粉的人若要娶媳妇，哎，先互囝去外口食头咯，交到。让人家发现是做米粉的。对，交到女朋友啊，就足欢喜的，就讲哎，我有媳妇啊。哦，享受完新竹的九降风，收起晒干的米粉。玉芝阿嬷很可爱的开启广播模式，呼喊邻居阿嬷一起来帮忙包装。包装完整后才能送到消费者的手上。这碗香喷喷的米粉背后，原来啊有好多人的辛勤努力与付出啊。行程马不停蹄，接下来我们来到花莲光复乡的马太安部落。在这边有个邦茶农场，在多年前是花东有机农场的先驱哦。
我们今天要来拜访有机农场的达人苏大姐。这里的辣椒都是苏大姐从育种到发苗辛苦的种植而成的哦。哎呀，苏大姐 ！Hello， 太小，你刚好到了。对。我辣椒采好了。哇，这个看起来好辣哎，那么红。这就是我们的常见椒啊。好。真的辣耶，辣姐，喷火了！哇，这个朝天椒虽然辣归辣，可是它的香气是很迷人的呢。苏大姐说，辣椒一定要先好好的清洗一下，才能进加工厂做成辣椒酱哦。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为什么会成立芳茶农场？最早期呢，我是因为这边没什么就业机会，所以学习从事有机农业，因为这边并没有工厂哦，所以它的空气啊或者是水啊什么的就不会有污染，品质也比较好。对，做有机的多吗？不多，在这边最主要是也要影响这附近的原乡部落的农民一起从事有机农业。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大部分都是单亲妈妈，都是单亲妈妈，对，而且都是属于中高龄。总统啊，印象对你印象很深刻的有一句话，就是你有说过土地在，人就会在。在这个地方就有一句话嘛，叫做有土是有财。那有土地呢，年轻人回乡就有土地可以种植，有种植就会有食材可以吃。即便没有工作，我们还是可以自力更生，我们的关联才不会断。有土地在，感情就在。就这样愉快的边聊天边工作，把辣椒洗完了。接下来跟着苏大姐的脚步，来看看芳茶农场的其他特色作物吧。野菜一直是阿美族餐桌上的重要元素，像这个长得像轮胎的苦茄也是好吃的野菜之一哦。看了一轮产地特有的有机蔬菜，听说美味的辣椒酱已经做好咯。大姐，各位，我们成品已经好了吧？是的，我们的成品做出来咯。没错，这就是我们花莲芳茶农场的有机辣椒酱，还有我们新竹的手工米粉，就让我们把它送给总统吧。总统，我们看完了，看起来那么好吃，那这样子，这两个我们有香菇口味，还有油葱风味，你想要吃哪一个？当然是这个了。那我们就开始了，这有点油油的，对，我们先把它倒进去。总统，你都先加粉还是先加油？我先加粉，因为我的油都只放一半。哦，啊，那总统，我这是学你，我也只加一半。用筷子比较可以调整你要的量。总统，你果然很常吃。好了，我们来当我们的辣鹰粉。OK， 也不要太多，对不对？对。钟总，您是不是自己有拜访过那个花莲马太安的苏大姐？哦，对，第一次看到苏大姐是在花莲的一个座谈会里面。哦，这个苏大姐就是一个很积极发言的人。那我后来我就去她的农场，她有养牛，有养鸡，还有养猫。她的牛。跟他的猫一样，都是他的宠物。他跟他的牛说话的。那他也很乐意把他的经验分享给在地的很多，从事农业的朋友。对。也有很多在地的妇女哦，也加入他的工作团队哦。所以他说过，土地在，人就在哈。他真的是一个很珍惜跟土地。亲近跟土地在一起的人，对，其实这就是我们整个很台湾的精神吧，我觉得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来把他们特别帮我们准备辣台派辣椒酱打开来吃一点，好不好？这个太想吃辣的吗？我吃辣，因为我也是辣台派。哦，好。其实我本来我小时候不吃辣，哦，然后后来就越来越辣，就觉得膝盖要硬一点，就越来越辣。哎，但是还难开。哎，这么难开啊！这一般是要敲一下之类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刚我的那个闹钟响了，可以吃哦。好，对对对，香，非常的香。哎，这个三分钟泡的刚刚好。如果你自己是爱吃辣的吗？一点点，不是吃太很辣的。但我真的已经够辣了。我跟你讲，吃臭豆腐的时候加辣椒最好吃。哦，一定要那个，一定要。好吃。玉芝阿嬷，她很可爱，她七十几岁了，还在每天在那边很辛苦的做米粉。她跟我说，做米粉这个东西，她一定要
欢迎按摩，按摩还 Q。那一直阿嬷她其实他们那个是第四代的那个米粉厂，然后每次发现说好像年轻人比较少，在下厨的几率越来越少，他工作比较忙，所以就做成这样子可以即时的方式来做。其实台湾人应该多吃米粉，因为米做的嘛。嗯，我们米的生产很多，应该多吃米。我们在这里吃好吃的辣米粉，我们真的要谢谢玉芝阿嬷跟苏大姐很努力的维持我们的很多的传统，让我们吃得到最在地的这个材料所做的最在地的味道。对，我们要一起来帮助台湾的产业。哎，太强！我们吃这么好吃的米粉，在看节目的很多的朋友一定会问说，那要怎么样才能够获得我们吃这么好吃的辣音粉组合？好的，这一次限量的辣音粉组合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呢是新竹阿嬷所做的手工米粉，还有从花莲马太安部落所产的辣台派辣椒。所以这一次呢，我们要如何获得我们这样子限量的辣台派组合？只要我们尽快的到我们线上加入我们的募款，限量是残酷的，我希望大家马上打开你们的手机，打开你们的电脑，一起来加入我们2020的竞选募款吧！请大家一起来支持在地的优质的食材，我们一起来支持蔡英文，支持台湾。MIT 雄安新台菜与他们的产地，我们下次见。谢谢中华帮我开脱。嗯，我们不是还要装这个吗？哎，我们还有很多个，我们还有很多。朋友啊，就过来就过来，数量有限，2020唯一选择。音粉就是要吃米粉，辣台派就是要吃辣，快扫 QR code 1450的成就等你解锁啦！